各位贵宾、各位小姐、先生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要讲的是预测未来。最近国际黄金的价钱起到真强。啊，两年前一盎司美金420元，起到今嘛一盎司美金840元，啊，就是两年前一公斤99.99的金砖将近50万，即马88万。我强调两年前，是因为两年前我伫个南投 semester 桃园英语会，甲原地台啊英语会，我有做一个真大胆预测，我讲即马一定会大起。我希望咱的会员爱投资一挂基金啊，所以即马钱富裕，物件大行起，咱不但无损失，颠倒去赚钱，这就是咱有法度预测未来。一个朋友问我讲：“啊，你哪会知影？”我讲：“这无啥，因为我学过一个学问叫做未来学。”第二下是讲，现在咱大部分的代志，按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以及国际形势等等，拢有法度事先做预测。这不是用药，不是用算命的，而是要根据咱对这项代志的过去的历史，甲现在状况有真深的了解。所以，咱就有法度推测未来可能的演变。比如讲，伊有五种的可能，咱拢甲列出来。按第五项较无可能的一项一项甲删掉，删到头尾啊一项，就是上有可能发生的代志。啊，若要预测会准，当然知识要有够，爱定来读书，爱逐天读书，爱活到老，爱学到老。各位拢知影，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阵，头一条就甲日本的国民讲，要向全世界新的知识来做学习。自然呢，真紧日本就变作当当时亚洲唯一有法度甲西方竞争的强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虽然日本战败，伊罗西嘛，广岛。到这个南瓜山去，长期去予两粒原子弹甲击落，东京嘛炸甲烂烂。但是60几年后今日，日本的汽车、日本的机器人、日本的电子，甲一切尖端的这个科学技术，还阁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。日本人嘛赚甲钱巴巴，所以可见这个知识非常的重要。我个人参加 Postmaster， 虽然英语虽然是无好，但是我是想讲加学一挂知识。两三年来，嘛感觉讲电视英文的节目 CNN Discovery 嘛听较有，英文的报纸 Happy Times、China Post 嘛看较有，会使讲心情感觉真好。啊，有机会来外国行行的，看有，搁听有，我感觉一句话咱讲，爽。过去10多年来，真侪人无囝放去台湾，钱看来去中国，想讲要来遐好好发展一下。赚钱的虽然是有啦，但是我看足侪拢了，台胞变做台胞啦，变做台面，迄就是讲，因无抱着这个未来学，伊无先去甲推算讲未来会变安怎，结果，伊个人虽然是损失，但是嘛对咱整个社台湾社会来讲，嘛是一种的损失。中国的产品。在世界各地渐渐叫有知影讲，俄罗斯
足多，偷工减料足多，甚至嘛有乌心的产品。咱以这几项来甲预测，真侪台商会渐渐搁倒转来咱的土地，外国的投资者嘛会搁转来投资台湾。咱台湾的经济会一定会搁好起来。咱头三个月，英文、日文的人才足多，这就是咱后摆台湾要甲社会、国际社会竞争的一种重要的资产。这少年呢，愈来愈厉害。我相信十年后，新的一代起来，因为伊连外文的能力较好，加上因伫开放。无较压制即个环境上成长，所以因的思想比较开放，搁有电脑的交流，因的眼光会看向世界。相对的，因会对台湾这个土地会搁较珍惜。因会想讲，咱台湾人的本事伫倒，啊，咱的语言、母语、咱的文化伫倒，所以伊安尼来推算。未来一二十年，我相信台北市代理甲客户的补习班会是一个兴旺赚钱的行业。咱投资美术即马有代理会，有客理会，所以我相信咱投资美术领先咱台湾社会十年。未来一二十年，我相信讲在电视媒体上。通青、通红，这个主持人应该就是咱土司美术会员，啊无就是咱会员的第二代。感谢。看你看的人会当预测未来，算命先，股市的名嘴，经济大师，还佫有咱林如元先生。一支完整成功的演讲，伊有三个重点，第一，伊有吸引力。即马时机摆摆，大家拢想要赚钱，所以今仔这个题目，教咱呾安怎赚钱。所以这个题目，伊这内容有吸引力。第二点，伊更加优越。安怎讲？伊用黄金，吼，黄金对两年前到即马，起了偌侪钱？两年前五十万会当买，即马爱用八十八万才买会着。伊用一寡国家高科技的进步，教咱讲安怎来学习累积咱的智慧，才会当来赚着钱。第三点，伊的数字应用，应用嘛是配合的有，吼，那各方面当共款。所以我感觉这三点成功的项目，互伊今仔日即篇演讲。真圆满，不过可能是咱的麦克风吼照料唔到位，艺术家伊需要徛在这个所在来甲咱报告。所以时阵哪一天起来，将麦克风徛在这个所在，可能对着台下所有观众的目标，咱的眼神会当做较照顾者。所以，因为伊的一寡演讲的数字，可能。伊在他无啥会去听，真宝贵的经验，甲伊宝贵的一寡数字，来当用着咱一个导播，吼，以及做海报来增加伊的演讲，互咱的会当深深感动着咱，互咱的记忆较深一下，吼，所以咱会当有加分的效果。当然，还佫有一个就是画龙点睛的。具体语言，咱如元兄伊讲了真煞出，所以伊讲了真流畅。伫这具体语言当中，较少去有弄着。哎，搁有就是咱讲话时阵，哪里重要的部分，稍微顿顶停一下，互咱台下的听众会当稍微思考一下。哇，这个演讲绝对是百分之百。有一位经济大师讲。因大个人无趁钱的能力，所以今仔咱听着演讲回来，咱今仔爱庆幸今仔有来参加咱这个演讲会，
第一当然大家做功课，每年这个时阵，咱可能大家拢派到到底啊爸爸来参加各个演讲会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林如元讲以切以来，讲得好无？好。哦，讲得有啊，真赞。那讲的是哪阵是大学教授的呢？伊讲伊以前的拢正确，以前演讲的时阵，就以前讲金啊会大起，啊有影大起呢？哦，伊讲啊，唔是讲我教的，因为伊有研究迄个未来哈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，伊都甲咱讲，唔是讲干有读迄个未来学的，对的，爱大家认真读册。我讲，我举例讲，安怎来讲会成功哦？爱成功的话，一定爱读册。啊，记日本的咧，啊，搁记家己的咧，吼、哦。伊讲伊要真认真读册，啊，所以吼，即马英文的迄个报道拢看有，啊，搁会当去国外旅游，吼、哦。伊迄阵啊，也是做一上大的迄个语言专门，伊讲有够一日三，通表示这种感觉，安怎？伊讲都是你，爽啦、啊！哦，专场即年哩吼，上届有力。哎，佫过来的时阵吼，唔是讲加迄一定爱甲咱 postmaster 有一点关系嘛？哎，过来佫预测未来，哦，咱讲 postmaster 后摆就是讲，根据伊的预测哦，后摆就社会就是咱的啦。听到有够爽无？真爽嘛，对哇吼、哦！所以讲，哦，即场的时我嘛听到真爽的，哎，我嘛在 postmaster 委员的，啊，起码无大汉钱，无来十年后都大汉钱的，哦，所以大家听到真爽。啊，讲。如果有什麼建議的時候，如果有些學者在說的時候，實際上不用說很外快，我們都是每次在說話的時候，我們要外快，所以我們就不要說經常站在這裡，舞台這麼大，我們就走來看走去的看看，這邊的人也看才會對，對吧？啊，所以這點語言的主題一定要因为即个大舞台，啊人在坐台，啊看太会对嘛，对嘛吼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讲你的主体要尽量利用，但尽量行。啊，迄、那个目光啊，卖讲定来看一遍，但四遍拢爱看，咱互因感觉讲我是啊咧规场的听众，拢有注意到。这是第一个建议。第二个建议是讲，伊拄啊开始的时候，甲咱讲今仔起偌济，我咱大家脾气偌济。啊！人伫个十字个内底，想起偌济，伊就用迄个迄个，啥物几条迄个加竹棍啊，迄款吼，有影讲你看，哦，这条起起来两倍啊，三倍啊，即个时阵哦，你若有一个图啊，咱看讲啊，起遮济哦，啊，安尼我即嘛起码起来袂吼，啊，你还阁较清楚。啊，另外第三个建议就是讲，结尾个时阵哦，一定爱强阁有力。啊，哪讲你知？大家拢是，都是没生就会玩对无？根据我预测，无来就是大家天下。啊，你若跟我做伙来研究未合，但可能你就一个来成功。哦，所以总讲起来，做个合伙呢，啊，这个结尾的时阵吼，能够较强，还会较好。多谢，咱要多谢是吴元英。啊，拄啊，伊甲咱带来这尼啊干地，这尼啊重要有值钱的演讲。实在，咱爱大个大个来感谢才对，不是咧感谢，今仔日感谢不是下次啊。相信大家对您相看的，咱拢遮尔啊欢头喜面，一定是真欢喜。很多会当听到安尼预测未来的一篇演讲，予咱唔定会当对后摆拄着代志较心头会较知，啊，搁知影讲要安怎增加家己资产。很多伫门口咧等时，有一挂讲英语的朋友等台北入来。因有较慢淡薄啊，咱大因无听到，所以咱会当知影，预测未来是大家足关心的。咱如何领伊黄金的介绍，伫两年来起甲强要一倍加一倍出来，这种大家足关心的个话题啊，起头实在是真好。对黄金也是也感受真真心啊，即个白娘娶某，迄金仔买来哦，实在是足疼足疼。早知吼，爱量早同刘元兄会当来熟悉，也毋知偌好。啊，再来，伊咧中山，咱刘元兄有哪有甲咱大家解释着讲，怎样？伊毋是咧臭蛋呢，会当预测未来，伊甲咱解释伊个方法啊。我一开始听到讲，今仔可能刘元兄准备一篇笑话演讲，
有念了讲啊，咧讲未来很痛风会臭蛋，迄个愈听愈有影，迄毋是咧乌白界诶。所以咱如果遐伫咧中山，有哪有互大家真深入诶分析？啊，到后尾结尾时阵，伊搁来甲咱点着讲，啊来讲咱家己诶厝、家己诶所在未来安怎样，伊嘛甲咱点着。所以咱讲伊起头中山。解脱结尾拢安排了真好势，啊！伊个语言呢，将来更加免讲啊，大家听啊拢真大心。啊，不过而且阿姊啊，想要教刘元听、刘元生的来一个点啊点建议，因为咱即马科技发达，有真侪工具会当运用。他说讲啊，刘元会当做一挂投影片，有一挂图片，互大家相信讲啊，因家起码给安那片，安尼相信效果会搁较好。啊！伫今仔日，咱即个唱衰家己所在的声音遮济的时代内底，会当听到如安遐即篇安尼的演讲呢，互咱家己有增加一百分的信心，是一篇真难得、真价值的演讲。啊，所以阿姊也想要诚心邀请大家，会当搁一摆鼓仔声，甲咱如安遐感谢。以上。